大家好，我是血火之鸡吉他手阿林，想给你介绍一下孤旋1062，我现在用的是1062。它的好处呢，非常的黏，不会像其他弦一样 KK。你有听到这声音吗？很滑，不错哦。而且它的声音很紧，很硬。调痛的时候，你不用太费你的那个时间去调出我想要刚硬的痛。它本身就是个现代痛，而且你看这个包装，潮，所以大家请支持孤旋1062。